早安。Actually， 应该也不算早了，因为我今天比较晚起来。But 我刚刚 check in from my flight， 因为我明天要飞去北京，为了公司的一些事情 ，so I had to check in to make sure I get a seat。But yeah， 你可以看我现在的打扮，我要去跑步，我要去运动了。Okay， so 我刚刚从健身房回来，我没有带 camera 上去 ，but I'm going to make a really quick breakfast。哦，不是 breakfast 啊，我通常去完健身房的时候，我都会喜欢喝那个 protein shake。So I'll show you what I do. This is what I do. 我就是 protein， 然后 my bottle， 然后会拿两罐 almond milk， 因为这个快没了。So 我把一匙的这个，这还蛮大匙。Okay， 一匙这样子还蛮大的。然后我直接丢在这里面。Protein 的买水晶指甲，然后再倒 almond milk， 我差不多都会倒到12。摇一摇，摇一摇，这也是一个手臂的运动。然后我都会确定摇很均匀。Okay， so 我，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洗完澡啊。然后我现在一定要准备好，因为我还要打包，因为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北京了。然后我完全东西都是空空的，因为我最近很懒惰。So 我目前行李箱长得像这样子，我只有。我的运动鞋就是我不会拿出来的东西，然后洗发精，然后这是牙刷，然后这都是我一定要带的，像运动衣还有睡裤、睡衣之类的，然后洗面乳这些东西我是不会拿出来的。可是我真的要穿的东西我还没打包好，然后连鞋子要穿出去的鞋子我也没有打算要，我还没决定要穿什么鞋子。But 起码衣服的话我已经有小小的 idea 说要带什么，这都是我的 my idea board。我想说这是一件一套可以带的，它就是洋装，然后配我的那个牛仔夹克。第二个，这只是上衣啦，然后搭配牛仔裤或是黑色的牛仔裤在这边，所以黑色牛仔裤是这一件，我要带这一件，然后我明天要穿的是这一件。然后我想说黑色裤子还可以搭配，连牛仔裤也可以搭配这件，这就是普通的黑白条纹 T 恤配这个迷彩的薄薄的外套。Okay， so 现在要准备出发了。非常黑，但我要穿鞋子，然后今天打扮就是非常秋天的打扮， so I'm really excited。 今天穿的打扮是这样子， Forever 21的 T-shirt， 然后 Seven for All Mankind 的黑色牛仔裤，然后黑色鞋子，带了 backpack。 我到我朋友家了，然后他应该会 show me around her house， 因为他们最近才搬家的，然后之后我们再去夜市。 So I'm so excited because I'm so hungry， but yeah， so let's go inside。最后还是打算吃越南面，我超饿。Welcome，Hi，Say hi，Hi，Say hi to the camera。Hi。哦。今天打算吃越南面，是吃蔬菜跟豆腐的。哦，你是吃什么？海鲜。海鲜的，看起来不错哦。好，要开动了，我快饿死了。那你呢？你在吃什么东西？你在吃饼干吗？那什么你在笑吗 ？Okay， so 到家了。I know 我中间只有段段片段。就是我今天出去的，不，因为跟朋友，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朋友，所以跟他聊天就不好意思，只把照相机拿出来。But I'm back at home， 我只能说这边这个夜市 is terrible， OK， don't go， 不要浪费时间。而且大部分
都是越南菜，根本就没有像我们想说的夜市。然后他们自己做广告的是讲说像有台湾的像咸酥鸡啊一大堆什么东西的，完完全全都是越南菜。所以最后面我们是吃越南面没错，可是是那个我突然很想吃 ，so but yeah it's not worth it， 而且没有很大，完全超小的，而且它是要用钱去换那个票券 ，so yeah。It's just not worth it. 然后所以我现在到家了，我现在要回家洗澡，然后打包，然后休息。而且 I have to edit my video, so let's go inside. I'm tired. So 现在已经晚上，应该我看一下，晚上应该九点了，等下九点半呢，我等下就要睡觉，因为很累，然后明天早上一定要大早起来。But yeah, today was a good day. So 然后明天就要飞去北京 ，so.还蛮期待的，因为这次的那个活动是跟 NBA 有关，所以非常非常期待，而且是跟我朋友一起去，所以应该会比较特别一点。But yeah， 明天早上见咯，拜，早安。现在很早，现在早上七点，我已经化了浓妆了，而且还好，今天化妆还蛮淡的。But 是因为我等一下要上飞机，我等一下要去北京，所以我现在只是在准备好，然后把家里弄得比较干净一点，因为我要去将近四天，所以我想说回来不想要家里是脏脏的，然后顺便也 make sure 我带了我的护照，然后我公司需要的那个 name tag 跟 badge 之类的，然后制服也弄得好好的。So yeah, I'm just getting ready, last minute ready, of course.超累的，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有点气，哦，好亮。OK， 给你们看我今天穿的衣服。虽然我今天要上飞机，但我就会穿毛线衣。这毛线衣是 Forever 21， 然后牛仔裤是像七分的，然后是在那个 American Eagle 买的。然后我鞋子的话，我会穿 booties。And then my face looks like this. So yeah， 我现在已经七点多了吧，快早上七点多，然后。等一下就要出发了。OK， so 现在我要出发去机场了，然后 to see what's going on and a lot of stuff。感觉好像又很赶，然后我又觉得好像因为我太久没飞了，所以我就好像我忘记什么东西。But I checked, I have everything. 我有护照 ，my badge, I have everything. 我的制服都带了。I don't know why, I'm just nervous. 可能太久没飞的关系吧。But I gotta get going, cause now I'm gonna be late. So let's go.OK， 所以我现在应该长得很可怕，因为我刚才下飞机，然后完全在飞机上完完全全没有睡觉。But 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饭店了，然后我想要趁我还没把饭店完完全全 destroy 之前，先拍一下饭店长什么样子。我们这次是待在 Westin， 然后大门从这边进来，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叫朝阳这边，然后这是洗手间，它的 tub 多大。然后这边就有来像什么跟来肥皂啊，还有水，所以我觉得非常贴心。然后这是我的牙刷，然后洗澡是像这样子，我看一下，洗澡也是有那种 rainfall， 然后也有手拿式的，然后马桶就不用看了。然后这边是那个衣柜，所以挂衣服，然后我的行李箱就放在这边，然后房间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是给我像那种 conjoining room， 所以这边可以这个门可以到另外一间，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所以他们就锁得很紧。然后房间长像这样子，床非常的大，然后东西我都已经渐渐的快拿出来了，然后化妆品那些的，然后在他的 mini bar 啊，然后这边下面应该是冰箱，还有咖啡杯那些的，然后有。上班桌子，然后这边有个小沙发，然后我是放我的制服。然后目前我的 view 没有说很棒，而且今天的那个空气污染还蛮差的，所以今天北京不是说很棒， but it's still very nice.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because I'm very tired. So anyways, 我要去洗澡，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吃饭，我超饿的，我现在很想吃麻婆豆腐，我已经不 care 我的 diet， 我快饿死了，所以我要赶快洗澡，然后跟朋友碰面，然后我们应该会去王府井那边，因为我朋友刚好也要买裤子，因为他带错他的那个制服裤子，
然后要去那边附近吃一吃。So， 开始准备吧。